好，可以跟你拍个照片吗？最后节拍在上班，不耽误时间啊，一分钟可以下班的时候，现在一分钟就好了，好吧，你就站这里看我镜头啊。你在哪里上班啊？我在周大福这边，然后周大福，周大福，对，然后过两天在旁边。好，看我镜头，非常好。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我脸会比较胖。我会帮你修的。怎么称呼你？怎么说？Summer 可以叫我。Summer。对，夏天。我叫徐旭东。好。幸会。那你可以把那个到时候可以发我吗？可以，你加我微信。拜拜。没找到。没找到吗？谢谢，很帅，很有气场。